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静宝。今天我和爸爸去三门峡了，妈妈在学校打扫卫生。然后呢，今天我也要用我自己自制的贴纸做手账。对，这个手账呢，被好多的小伙伴给催更了，问静宝什么时候做手账，一直没有时间。对，又塞到这个下面了，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老是有那个褶皱。所以我就是一压，它就没有做完，但是我不想画了。好好看呀，我感觉都舍不得用呢。在这个上面做吧。金宝，能告诉大家你这个贴纸是用什么制作的吗？他们都问你后面的胶是怎么弄上的。就是这个呀，其实呢，金宝是用这个打底贴纸，打底胶带。它就是一个白色的，然后在那上面画的，对，画完之后贴到那个光面的离形纸上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对的。好好看呀，我感觉用到这上面都可惜了，真好看。太好看了！嗯，金宝的自制贴纸。对。一笼大包子。对，大包子一笼，啊，这个可以加的。然后让我看一下有什么，再来一个小包子。啊，怎全么？贴上了，对呀，贴得好慢呀，乖。是的，好了，上一下色吧。好，然后这个。好了，妈妈。静宝用自制的贴纸做了一期手账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我觉得很好看。可以，挺好看的，我喜欢，I like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，拜拜。